对不起，恩师。我真的不认识你。这位是什么人？您不知道吗？他这么积极地介入这件事的理由，您不知道吗？难道你是在怀疑我吗？他明明跟我说，这孩子已经死了。忍住先生，有什么事瞒着我？现在才要开始，只要能揭发妈那场意外的真相。 不管始末，我都会做。恩师知道的，陈美妍的秘密，我再过不久，就应该会公开一个天大的秘密。周一至周五晚间6点，未来戏剧台，加油，黄金福。